候选港姐廖慧仪、陈许宁着住晚礼服，为2020香港小姐拍摄宣导短片。其他佳丽的晚礼服比较凸显身材，自己会不会觉得蚀底啊？其实都保守少少嘅，但系都唔会输蚀嘅，因为今日个个套分唔系分身，个套裙都好靓，系啊。我就覺得我呢個顏色幾特別，同埋我覺得都唔會啊，因為可以見到我嘅鎖骨。仲有半個月就決賽，會唔會緊張呢？其實都緊張，因為嚟緊都有幾個表演要準備，係啦，咁都要我哋自己諗，要好 creative 啦。咁其實諗呢啲 idea 其實都時間好緊迫咧，覺得都有啲緊張嘅。我覺得緊張一定有，唯有做多啲練習，咁就確保自己唔好有太多嘅失誤，咁就會。放鬆啲。最擔心啊，我想應該是泳裝環節，係啊，因為泳裝環節嗰個服裝方面比較性感咧。但你身材咁好，唔係，因為佢哋全部都好瘦，所以我好大壓力啊。係啊，我最擔心應該是我覺得是口才方面，係我嘅急才有啲差，所以應該要練習多啲。